今个三月 ，Movie Movie 寄出四个传奇女子嘅情谊，对电影嘅钟爱令佢追寻金门银光梦，对正义嘅坚持令佢成为看难恶难，真理无惧，对成名嘅迷恋令佢走过梦路人生。对音乐的执着令他自信天生不是星尘。逢星期六晚，他的故事，只在 Movie Movie。